走了，大华，饼干拿了吗？我拿了，这个也还给老高吧。哎，起来！好乖，哎呀，乖死了，乖死了。走，咱们巡山去。 大华，你知道那个香菜奶奶的家吗？有一个奶奶送了你香菜。我记得，这是什么？这个香菜吗？这是香菜吗？啊，给你点钱吧。这个不要钱。啊，这个确实是真不要。香菜奶奶，对，她非常好。在哪里？你记得啊？就是我们在玉米的那里。在玉米那里啊。对，跟我一起走，我记得。这边啊，对对对，就是在这。 香菜奶奶，阿姨，佳阿姨，阿姨，姐姐，香菜姐姐，哦，对对对，就是她，就是她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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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姨，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上次谢谢您，我们吃您香菜可香了。不是，可别那么说，太好了。我是知道你们那没拿着镜头，我说啥不给你们那个香菜耶。所以这才感人嘛，您都不是为了出镜头，您就是喜欢我们，给您带了一点那个米稀。 早上不想做饭的时候，您就吃这个啊啊！行，谢谢，拿水冲，谢谢谢谢。这是我，然后这个是黄老师自己啊，我们做的饼干，您尝尝。好好好好，谢谢谢谢。小小的，您别忙了啊！啊，祝您健康带甜。哎，谢谢香菜。哎，好好。以后你来的时候想吃大棒子面，找我来，我给你们贴大棒子面饼子吃。好嘞。 哎，吃呢？在底下。对，地上躺着呢。害怕吗？不是，不害怕，一点都不害怕。现在很习惯了呢。睡得很香。睡觉。他都坐长途车去过长沙了。啊，真的。哎，怎么这么快就到了？到时候你走熟了呗。啊。他以为我们不会再回来了。嘿，小静在吗？ 何老师的面子，二十，行行行行行行，哎，谢谢你啊，我们快说照相。那面子值一块钱，这是这个3块钱，3块钱，10块钱。啊，那这个呢？5块，5块钱，够了。欢迎你们再次来到碧云商店。哇，何老师，您别介意啊，这是我儿子生日时候剩的。哎，那个。 小静儿，我们回来喽！说我们来就来吗？说话就来了。干名儿不来了。给你送个小礼物，那个早餐，你早餐可以喝这个。然后这是黄味的，这多不好意思。没有没有，这是黄老师亲手做的小饼干。太感动了我。对对对，太感动了，真的真的。哎呀，我们会想你的。对，真的要走了。真的走了，这回真走了。而且我们可能就不来这儿了。谢谢你啊，下次见了。 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但是下次见啊！舍不得你们了，黄老师，好，舍不得你们。没事，你在电视上看我们，我们也在电视上看你啊！生意兴隆啊！谢谢谢谢，好嘞。哎呀，送到外边来了，跟小伟，跟小英，拜拜，保重啊！拜拜，保重。三姐妹多好，嘿，黄老师，看看小 H。 哎，对，吹风这边，对，狗的最爱。为什么呢？他有感觉，他那个心浪荡的心得到了满足，他觉得自己在流浪奔跑。你也是，性格真好 ，H 的性格真是好。你的英文名叫 H， 你的中文名叫爱吃，爱吃，爱吃，放狗了，我跟你讲。嗯 我们的男一号这么会迎宾啊！哎呦，宝贝儿，哎呀，好可爱，超可爱，非常乖，还行，还挺美的。这些小 H 是长得很好看，坐，哎呦，嘿嘿，你还准备上床呢？帮忙姐，姐完了，好，来，给我，哎，球童，好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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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放，转，进来了哈，嗯，太够了。 很难想象咱们居然冬天录了这么多次，在一屋里也不出去，也挺好看。第一个客人谁？丹丹姐跟巴图。这地方真有意思。钟磊哥。老板 ，Oh my God！ 呵呵，不加任何思索的，快乐的在工作。
姑娘们。海清和他的同学。大张伟、董子健、谢依霖、陈都灵、林姐、任泉、杨迪、王倩、魏大勋、谢娜、李阳、红梅。我以为人跟人就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很熟。可以抱一下吗？不可以。哎呀，可是我发现，时间不重要，缘分才重要。缘分。有一些人，你跟他们一起 ，like you don't know why， but you just feel you can be close， it's okay。会想你的，真的会想你。我叫他出来，老高，老高，你怎么称呼啊？高，老高，对，140，行不行？行了行了行，好嘞，老高真痛快。老高你500吗？老高，行啊，行，行。80，你还是炉子送了就完了，可以吗？好了，行吧。哎呦，哎呦，我的老高呀！打玉米那个，嗯，你借我们用一下呗？行啊。这个还回来了，还给你。然后这炉子，你看也还给你了。行，还有这个。这个也还给你了。对，好嘞，好嘞啊！这是我们那个节目的那个米稀，我们就录完了。带多少过来？不知何年何月，咱们再相逢了。好嘞，但是有缘自会再见面啊！老，没事，握握手吧。对，推推走，没事。感谢你啊，老高，这些日子啊，太照顾我们了。谢谢谢，真的照顾我们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对，咱们都。咱都自己人，都自己对。啊，下次再开到这儿，我就下车来给你打招呼去啊。来找你啊，好嘞，小狗，说拜拜，拜拜，下午好，哎，拜拜，行了，拜拜啊，好嘞，好嘞，老高，拜拜，多保重啊，多保重啊，保重，保重。老高太朴实了，嗯，所以你看，这当然处久了，这都是亲戚朋友，嗯，这就有一种邻居的感觉，嗯，对吧？现在其实没邻居了。老高，老高，老高，行了，东西也还了，玉米弄完了，饼干也送了，要告别了啊，要告别了。好了，你觉得这一趟？这一季里面，你觉得你最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是做哪件事情？最了不起的，就是跟大华一起相处的整季节目。把箱子拿进去。哦，是。你别看他是一个在国外长大的，你也是一个偶像明星，但是他天性真的好，嗯，对吗？纯真善良，真的是非常可爱。进步非常大，就不会滑了。很好，大华，你做得非常棒啊！我是从一个很棒的人学会的，我相信他一定有一种能量。给起来了，亲黄老师一个，大华，给他一个 happy ending。难道不是佛跳墙那一次吗？最有成就感。我想也还行。大华，你现在录这个节目有什么收获吗？很多很多，我从你们身上学会很多东西。最重要，我觉得是做好人。你原来就是好人呢？嗯，没有，可是我有很多不够的地方。非常好吃豇豆，哇！第一天来的时候，我以为我就可以假装掰几个玉米就好了。1500个。我以前你在这休息吗？任何事情，我很多时候我就会很随便做。我觉得1000个不可能，不可能。可是就看到黄老师，看到何老师他们，对每某个事情他们都很专心、很用心做。我发现我回到城市，我对某个事情我都会比较专心做，所以我觉得我这个部分我最有改变。小一。所以容易把感情藏在我心里，我不懂该怎么对你说。出发。
花界的人士。却不知道你又会不会想我在。我会想念这个地方的。我也会，是真的。我也是，我可能会自己偷摸来一趟，把村里的鸡弄走。不是，来这儿这不又卖土鸡蛋的吗？还土鸡对吧？来这儿买个土鸡蛋。真的，住在这里的人真的。生活很简单，对吗？真的是，在这儿就不用往外跑了，有时候也就生活啊，他就慵懒了，都是一辈子。其实是多一个选择。原来我不知道有这种选择，原来以为只能在那里工作，在那里生活，就只能活成那个样子。但是来了这个节目，发现还有一种选择。当然做这个选择没有那么容易，可是并不是没有选择。那我们。就是我们生活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压力的吗？你哪怕阶段性的，或者说是啊，或者也不是不行，其实偶尔的，哪怕当个假期也是好的，也不是不行。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开着车去接你，要搭车吗，帅哥？你咋猜来呢？你昨晚几点睡的呀？我昨天睡不着。为什么呀？就期待呀，兴奋呢，是吧？完全不知道将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一个。春天吹的风向，天飘的雨，经过年少的你。我从来不知道我自己在生活当中是什么样子，因为我没有办法跳脱出来看。但是向往的生活好像是帮我们记录了我们真实的样子，会让我更加认识自己。我觉得这是这个节目很大的收获。我叫刘老师。